现在进场的伴郎伴娘都是新郎与新娘认识多年的好朋友，在这么有意义的日子里，这些好朋友们一定要参与和祝福的。所以，请各位来宾再给这些好朋友们一些热烈掌声，好吗？ 在伴郎与伴娘进场之后，接着要进场的就是我们今天的最佳男女主角了。请各位来宾将你们的目光移到入口，不要吝惜你们的掌声，让我们用最诚挚的祝福欢迎我们的新郎新娘进场。看看我们今天的主家，气宇轩昂，风度翩翩。平常在我们朋友心中就是个幽默才子。 多浪，明太大方，风姿绰约。